脚下没根儿，但是他的嘴皮子可是有准的，看见了酒馆高声断喝：“哎，大胆的妖妇潘金莲出来受死啊！”哎呦，门里的潘金莲一听吓得魂飞魄散，出得门来没想到和武松啪撞了个满怀。武松搂头抓住潘金莲，只看他手起刀落，就听得咔嚓嚓咕噜噜噗噗噗。那位说怎么这么乱呢？我跟您说一点都不乱，这咔嚓嚓脑袋砍下来了，咕噜噜脑袋咕噜地下来了，这噗噗噗怎么回事呢？武松劲儿使大了，连放了仨屁。嘿，啊，你干嘛打我？明明是武二郎醉打蒋门神，你怎么说成啊怒杀潘金莲了？哎呀，段爷，您消消气儿，杜先生您给说串了。哎，段先生，您先慢慢喝着，我这家里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别秦爷，您别走，咱这事儿还没说完呢。哎，这位爷，你看，我再给您说一段不成吗？你这么的，你让武松打谁，我打谁？哎，干嘛？我答应你，我就坏了我的好事儿。别，这要打坏了，您就认了一亲爹。听说就图个乐子。加起！哎呀，行了，我告诉你，这张嘴，你要再放我手里，我摘了你这口条！改天我送您壶茶。没事吧？啊，杜先生，哎呦，就这样还没事呢？我疼啊！我哎呦，疼算轻的了。您要没有韩先生、韩爷在这拦着，就您这身子板，还不得让他给拆了呀？什么都别说啊，韩爷，我。我谢谢您了。没，对，改日我备上好酒好菜，我陪您喝两盅。到时候啊，你说让武松打谁，我他妈让他打谁。只要不打我就行啊。